从那个鬼门关里面去走一圈以后，你才知道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贵。我觉得我整个的人生观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就觉得很多事情呢一定要往正面的去看，往正面的去想。我就觉得哎，只要我有机会，我一定都把握自己创业的这种情况。那也因为不放弃，每一次可以就是不放弃，真的我觉得每一个机会都是一个生机，然后都要去把握。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只要有契机有机会，你把握，只要你努力，他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虽然是当中会有一些挑战，但是我觉得绝处当中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对绝处逢生的机会，真的绝处逢生的那个机会。